这个眼呢，这个是有意识的变成方，这样圆中带方。这眼帘加深呢，本来是老虎没有这么深的眼帘，这是狮子眼帘，给它移植过来，然后着色。着色先用水打湿，花青，加点藤黄，哎，把它眼帘儿给它画上来。然后用朱标加藤黄，这藤黄干了，稍微加点白。把眼睛。留住高光，上来。等烧干，再用白加上蛋黄。高光上冲锋一下，让它有个立体感。然后糊口，像鼻子、鼻孔，下面就是着色。着这个上色呢，是用羊毫笔，羊毫豆腐笔，哎，因为它吸水性跟吸颜色都比较强，哎，那个用色呢是用赭石加藤黄加花青或太青，或是朱标加藤黄都可以，这个加点太青、黄青、花青，先从中轴线开始。因为这个虎的这个中心线从尾部到身体躯干到前肢一直到头是贯成一条中心线，这条线很重要，它这个线是反映这个虎的整个它这个流动感和它这个很优美的一条曲线。
然后根据它的结构，啊，根据它的骨骼跟肌肉，Yeah.